Sit down, please. I have a sticky ticker, Frank.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子卷。好，那为何当初想创造好心情监狱呢？这一开始是两个女生发起，然后是那时候是感觉市面上一些监狱都是朝比较帅气啊，或是有个性，就是少了一点温度，所以我们想说是要看能不能制造一些可以让人家心情会很好或是打气的一些那个图示，可以雷刻在监狱上面。这样一方面你玩剑的人你会让自己充满能量，然后送剑的人收到剑会觉得哇，就是会觉得很温暖，很开心这样。那大概是用什么灵感去画这些图案的呢？算是会听一些就是很轻松的音乐吧，然后就是不要太紧绷，然后就想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想说这个字会让你想到什么，然后就会做一些那个联想这样。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支好心情监狱呢？我最喜欢这个 Believe in yourself，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在做人的时候啊，你就是可能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困难，可是如果我相信我自己我可以突破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能量，所以我最喜欢这个。而且它的图案就是让人看了就是心情就觉得好好好好了。